诸位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这一次也很难得有这个因缘啊，来到此地啊，跟诸位同修，大家来学习《安世全书》。那么这个因缘呢，是上个月啊，我到英国去，回来的时候啊，去跟回来啊，都是在上海转机啊，回来呢在上海小住了三天，到何鸿来公司啊，不容居士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觉得啊，赚钱这么辛苦，有没有赚钱呢、比较不辛苦的、这个方法？那么当时啊，我一个直接的回答就是说，这个答案呢、就在《安世全书》。那么他说啊，那希望啊，请我们净老和尚啊来讲这个《安世全书》。看看净老和尚啊，什么时候能够为我们来讲《安世全书》啊？我说他已经90岁了，他原来讲这个《华严经》啊，都放下，他一生最喜欢的就是《华严》啊。从年轻的时候啊，跟方东美教授学哲学，方教授呢？教他华严哲学，他对华严呢就很有兴趣。那么到85岁那一年呢，讲华严，这个华严呢，从新加坡一直到他08年那个时候在吴江实际禅寺他的家乡。华严讲堂，实际禅师还有华严讲堂，专讲华严经。那他觉得年纪大了，还是求念佛求往生呢，比较优先重要，就把他最喜欢的华严经放下。现在呢，专讲大经科注，让受戒呢，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其他经他就不讲，这一点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因为年纪大了，90岁了，他老人家常讲啊，80以后的人啊，就是风烛残年，随时都会往生的，所以我就给护龙居士讲了，你要请老上讲《安世全书》，可能要到极乐世界去听。在娑婆世界恐怕这个机会非常渺茫的我说我也可以讲我当时自告奋勇当时我讲这个话呢我是想就讲一讲但是他也很认真那时候真的要邀请我来讲那这个话我讲出来了又收不回去了所以也就答应下来了。那么这一次啊，香港冬至祭祖法会之前啊，听老和尚讲这个大乘科注，有一集那一集哪一集我忘记了讲到呢要发心学讲经特别是出家人我也写一个无量寿经学习班的心得报告听到老上这么开示我也写了一篇报告报告之后我也给师父报告说这个香港祭祖法会我做三天法会第四天原来都请居士讲好像出家人都不务正业
说明感情菜做法会而不花心啊学讲经。那么我自己呢来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工作啊，就是来做这个带个头啊，希望年轻的法师啊要花心来学习。所以今年啊我就给香港佛陀教学会建立了。从今年开始啊，一次三天法会完了，第四天上午祭祖，祭祖完下午啊，原来都请三位居士轮流讲。那我说呢，从今年开始啊，这个冬至开始啊，我一个人全包。下午啊一点到六点啊原来是三个居士轮流讲。那这次呢我一个人包啊一个人啊包四个小时。啊一个下午讲四个小时。那么同时我也给老上报告呢答应上海的居士来讲开始讲。可能大家有听到这个信息啊会来，但是我们是不敢惊动太多人啊，因为这个是护龙居士啊他的祈求啊这个因缘啊有一些少数人可以啊，人太多了来了也没地方给人家坐啊，也没有场地，所以也就没有通知太多了，这样啊可能会比较不会有障碍。那么《安世全书》这本书啊跟《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啊是我们建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啊一生啊极力提倡的三本书。啊，这个三本书啊，祖师一生印最多，啊，比这个大乘经典啊印的还多。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到这个香港中华佛教图书馆，啊，看到《了凡四训》啊，苏州弘化寺印的。都印了上百一百版重复翻译，所以根据我们陶上的估计呢，印祖啊一生这个三本书啊应该超过三百本册，超过三百本，当时的印刷术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在二战时期啊这个时候啊印这么多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数字。那么大乘经典啊印的版本比较少。为什么一个出家而且还是一代的祖师，这个三本书不是佛经。是善书啊，这个善书所讲的内容啊也都引用无师道三教跟佛经讲的道理都相应啊，完全符合佛讲的啊。为什么这三本书印这么多啊，这三本书的内容到底是讲什么？这个三本书的内容啊就是讲因果教育，讲三世因果。那么三世因果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在佛经看到啊有六道轮回啊，有六道三界六道。六道轮回就有过去世现在是未来世。
啊，有六道轮回。那么有六道轮回啊，有三世，这个当中啊，就必然有它的因在。啊，如果没有因果，那很多事情是讲不通的，啊，我们也无法理解。那因果讲的一个主要的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因果。六道轮回呢，出不了啊这个善恶报应。做善事啊，来生生三善道；造恶业呢，来生堕三恶道。这个六道轮回啊，就是善恶因果报应的一个事实情况。那么印祖为什么在现前这个时代呢提倡这三本书印证会啊？因为呢满清亡国了，民国成立了，我们中国全国的国人啊，都抛弃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认为这些过时啊，不合时宜，啊，跟不上啊欧美啊这些现代化的国家。欧美啊，发展什么科技、工业，啊，觉得啊，应该向欧美学习才是强国之道啊！那这个传统文化呢，似乎啊是强国之道的障碍，要把它去掉，不要了啊！所以呢，在民国的时候啊，有五四运动，就是推翻传统文化啊。后来呢，大陆啊，有文革啊，一直到现在呢，这个传统文化呢，可以说被摧残的快断根了。我们敬老和尚啊，对这件事情非常着急啊。他说：“这个中华优良的传统文化呢，如果这个十年啊，不给他抢救起来啊，再过十年呢，啊，就连根拔除了，就完全没有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就灭亡了。所以现在呢，非常着急这个事情啊，也极力呼吁大家学习啊，中华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礼仪教育。”那么在中国，这个儒跟道是本土的，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传过来中国也2000年了，跟本土的儒道啊，可以说相得益彰，融为一体。佛教啊，在中国也变成中国本土的这个宗教了。啊，这个儒释道三教。宗教它是最主要的教义，宗是主要的，尊崇的，这个教育啊是非常重要。那么印祖在当时提出这三本书啊，主要是看到国人啊现在都不知道啊，只有一昧啊向欧美学习科技啊，对做人处事、伦理道德这些观念呢、啊、就没有、啊、那对因果报应这件事情啊更不相信了，认为讲到因果两个字，那么就会被贴上啊迷信的标签。标签这个贴在脸上，可是迷信。现在这种
科技这么发达了，还讲什么因果呢？啊，现在大家都相信科学，啊，不相信呢、啊，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不相信这个，相信了外国的科学科技。那相信科技呢？我们敬老和尚讲过，现代人啊迷信科学，现代人觉得你没有讲科学就是迷信，你讲科学才不迷信。那敬老为什么我讲迷信科学呢？这个听起来蛮新鲜的啊，从来没有人讲过。那我们现在看看啊，现代人是不是迷信科学？诶，我们冷静观察一下，那真的是这样。为什么说迷信科学？说科学不是万能的，他认为是万能的。认为有了科学啊，就可以解决所有一切的问题。那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事实不是这样。不但不是这样啊，科学还带来很多的负面作用，很多负面的问题啊，搞得现在整个地球啊污染，空气污染，气候不正常，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啊。科学家也讲过了啊，这个地球啊如果再不改善，50年后啊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了。那是科学家自己讲的。科学既然是万能的，那为什么不能改善这个地球的环境呢？它不是万能的，你认为万能的，你相信它是万能的，那不是迷信是什么呢？所以敬老和尚讲这句话，给我们点醒了。真的现代人啊迷信科学。那现在世界这么乱，到处在打仗，科学能解决吗？让这些人能够和谐吗？大家全球的人类都在追求和平，口号是要和平，但是呢所作所为是都是做一些不和平的事情。那你说他能和平吗？说越来越不和平。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中国这个伦理道德因果观念，必然啊走向灾难。啊，如果没有敬老和尚给我们提醒，真的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那么因果教育，因果两个字，迷信吗？我们中国人啊，使用语言文字喜欢简单，啊，就是这个简要详明。如果呢？讲的比较具体一点，因果又比较浅显的，因是原因，果是结果。啊，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那我们这个世间啊，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原因，都有它的结果。你这个稻米的种子，那是因，你把它种下去，明年啊结成了稻米，那是果，它的因啊从哪里来？那这个当中还要加上眼啊，人工啊去培养、去照顾，还有土壤。大家想一想，
那因果也迷信嘛。那听到因果两个字呢，就说迷信。那个人他自己真迷啊，他自己迷信啊，他还说别人迷信。哎，讲到佛啊，佛是迷信。他迷不迷呢？啊，你讲佛是迷信，那你迷不迷呢？那什么叫迷？不迷了就叫迷嘛。啊，你不认识、不知道，你就叫迷。那佛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就说他迷信，那你不迷了嘛？啊，所以现在说迷信的人啊，其实他本身就迷了，不知道，他自己还不知道自己迷信。到处说别人迷信，现在到处都是这样。人云亦云，那佛是印度化的翻译，音译，翻那个音呢？翻那个音没有翻那个意思啊。如果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佛是智慧觉悟的意思。那觉是破迷的。怎么会迷信？不觉才是迷嘛，觉了就不迷了嘛。那佛是破迷开悟的嘛，教人破迷开悟。那讲的比较具体一点，是教人断除迷信的嘛。那你连这个字的意思都没搞懂，你就说他迷信，那你自己不是迷上加迷了吗？现代人啊，这个很荒唐的一种言论看法，到处都是。因此啊，印光祖师提倡这三本书。你不相信因果，那难道他就不会有因果吗？如果说不相信就没有了，那大可以不相信。干坏事也没有恶报，做好事也没有好报，那何必做好事呢？大家净干坏事就好了嘛，反正做坏事也没有事嘛。事实是不是这样？事实不是这样。你干好事啊，不相信因果的人，他还是会这个赞叹你，会支持你。你做坏事的人啊，社会还是不容许你。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啊？啊，所以这个事实啊，就可以给我们证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做好事啊，纵然不相信因果的人，他还是会喜欢的。不相信因果的人，他还是喜欢人家做好事，不喜欢人家做坏事。啊，这个不是很具体的证明的这种事情。那么我们生活当中啊，点点滴滴，了凡四训讲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天。啊，你一生赚多少钱？你做官能做到多大？你考试啊，今年考第几名？啊，生活点点滴滴啊，再微小的事情，它都有它的意义。他被孔先生啊算命算得很准，他知道人生有命运，命中你有的，到时候佛法讲一年到了，你自然会得的，不会低调的。你命中没有的，你想尽什么办法你也取不到。啊，我们看到很多人发财了。这个世界上谁不想发财？那想发财的大家都发了吗？还是有人发财的，有人还是发不了啊！而且发财的人还是少数，不发财的人还是多数，是不是这样？事实是这样。那为什么这样？老天不公平吗？
啊，过去啊，在20几年前，我们净土菩萨到加拿大啊去讲经，当时有个洋人啊，听到老上讲经，讲完下来了，那就透过同修的翻译啊，那个请问老师，他说他的命运怎么这么不好，常常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他们敬老和尚啊，看到是洋人，洋人都信基督教啊，那你这个问题有没有到教堂去请教牧师呢？因为信基督教都要上教堂去做礼拜，因为星期天呢是他们做礼拜的聚会的一个日子，所以叫礼拜天。但是现在呢，我们都讲错了。他做礼拜呢，七天当中只有一天那一天做礼拜，平常没有。就是星期天，一周啊第七天，星期日。那一天做礼拜，那一天称为礼拜天。那其他六天他没有做礼拜的。但是我们现在讲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错了。礼拜一他星期一他没做礼拜，星期天才有做礼拜，就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我们都搞错了。为什么搞错了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洋人啊。做礼拜是一天，那应该怎么讲呢？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啊！如果洋人他听不懂我们讲中文，如果他听得懂啊，他一定笑话我们。星期一也没有做礼拜啊，怎么讲礼拜一？礼拜一、礼拜二、礼拜哦，七天通通做礼拜，他们没有那么用功。没有没有，七天只有做一天啊，所以我们正确讲啊，用中文讲应该讲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啊，星期天啊。现在大家想习惯了啊，我也被传染啊，不知不觉就跟着大家讲啊，礼拜一、礼拜二啊。那么这个洋人啊，他就去问老和尚啊，老和尚你没有去问牧师啊？他说有啊，那牧师怎么回答你呢？牧师说上帝的安排。老和尚看到他这么讲啊，看他一脸无奈的样子，他觉得牧师给我讲这个不是他要的答案。为什么上帝给我安排这么不好，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只是他不敢讲，因为信教嘛，对上帝也不敢批评。那我们可以理解嘛，他一定心里想，上帝怎么这么不公平，把那个人安排的那么好，给我安排的这么不好。他会不会有这个疑问呢？那他这样的回答有没有解决他的问题呢？没有，没有。我想他这个问题啊，如果解决了，他不会来问我们老和尚了。不同宗教的，他怎么会跑过来问老和尚？他一定想要知道这个，追求这个答案嘛，是不是这样？或者你会不会这样想？中国的外国人都一样的啦，只要是人都一样的啦。那这个答案呢，在儒释道三家讲的最清，佛教讲的最详细。所以现在关键就是你相不相信呢？那么我们说信了，那这个信是什么样的信心？是半信半疑这样
情况。为什么说半信半疑呢？如果说你完全不相信，那你也不会来啊，你也不来，你也不会去接触佛教，不会，那总是有一点信心嘛。完全没有信心的，你叫他去，他都不要。他排斥，他绝对不接受，完全没信心。他既然愿意来接触，表示他有信心，但是信心有几分的信心，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有人信心比较多，有人信心比较少。那总是啊，还有很多疑惑。那个疑惑从哪里来呢？从你现实生活当中来。现实生活当中，你遇到的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你无法理解，那你必定有怀疑嘛？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们信了之后，半信半疑啊。那下来要什么呢？要求解。所以佛法的修行啊，四个步骤：信、解、行、证。刚开始信啊，信你还没有理解，还没有了解，这个时候的信叫做迷信。但是呢，迷信啊，都是我们一开始大家都是迷信。那迷信呢，如果你通过这个解理解，听经闻法，讲经说法，透过这个理解解了之后呢，那这个时候你的信心就不是叫迷信，叫做正信，正确的信心。你对这个方因果的事情啊，有正确的概念啊，正确的认识啊，这个时候的信心叫做正信。所以我们在佛门常常啊，看到有人标榜说我是正信佛教徒啊，那到底他有没有达到这个正信佛教徒的标准呢？我们没有给他考试，考试也不知道。那你理解了那个正信，那正信呢，如果你再透过生活当中去行，我们现在的话叫做落实，依照啊经典讲的这个理论方法去修学，落实在现实生活上，这个叫行，修行。那行了之后，它会有一个结果，叫做正果，证实这个结果叫正果。现在如果我们把佛经讲的两个正果两个字，人家要说我们迷信了，那证什么果啊？证是证实、证明，果是结果，证明、证实这个结果。好像呢，我们拿一个种子，拿一个苹果的种子，我说这个因，我正确的认识这个种子是苹果的种子，这个就是认识正确的心因，这个是苹果的种子，没错，这个种下去呀，长出来一定是苹果。那认识之后啊，你把它种下去啊，那透过这个盐给它培养，给它栽培啊，明年的成分果然是结果啊，你这个果长出来，是苹果没错，那么你就证实说我当初认识的那个因是正确的。正果我们讲这个简单一点，现在给你讲正阿罗汉果、正菩萨果、正佛果，你听起来会感觉很渺茫，是不是这样？所以佛法的教学呢，由浅而深，先讲你现前你尝试可以理解的，你可以体会的，你可以去证实。那你现前你证实的，那对后续的再给你提升，你就有信心了。如果现前这些
很浅浅，你都无法证实，那给你讲那么高，那变成玄谈了 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大家想一想，这样有迷信吗？不过你不学佛，那真的一定要就会变成迷信了。因为你不觉嘛，你对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了，不认识了，错解了，曲解了，误解了，真正的是迷信。不学佛，那就一定是搞迷信。所以信解行证，像了凡先生，他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算得很准。啊，如果我们遇到一个算命先生，都算很准，我们相信啊，你也会跟颜了凡一样。不过现在的你很难讲，现在你不老实，颜了凡还算是老实的，他相信命运，他是老实。你想也是这样，不想是这样，反正你求也求不到，你打妄想没有意义，不想了，干脆不行。但现在人啊，没有接受这种传统文化的教育啊，明明知道有命运，他还是要打妄想，那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老实，不老实。那么了凡先生他这个命运啊，就是遇到银谷禅师才知道命运回改。依照银谷禅师的指导，依教奉行，那么也是信解行证，证实哎命运改了啊。原来孔先生算考试考第三名，哎，忽然考第一名了。原来算他没有儿子，后来两个儿子都当了很大的官，也改了。算他寿命只有53岁，8月14日丑时，会死在自己家里床铺上，也改了，活到74岁了，延寿21年了。这个叫正果，证实这个结果，所以他才写这本书。他这本书不是，他当时写这本书不是要对外流通，是要教训他的儿孙的。他原来这个《了凡四经》这本书啊，他的全部的名称叫做《颜了凡先生家庭四训》，教导他儿孙。后来被流通到外面了，到了民国啊，印光大师啊极力提倡啊，这个有益啊社会人心。帮助人断恶修善，改造命运啊！那经过祖师大力提倡，那影响面很大啊。那么这个印光祖师也讲了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啊，你讲伦理道德，有时候啊，遇到这个利益现前的时候，那就不管他什么伦理道德一斤值多少钱了。我先取得利益再说，违法也没关系。所以要辅助因果教育。那么因果教育是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我们讲的比较具体一点，因果就是我们过去敬老和尚讲，说现在人都说讲现实。讲现实啊，讲不过佛法。佛法讲的是最现实。为什么最现实呢？讲因果就最现实。你做恶事对你有什么损害？做善事对你有什么帮助？现实啊。你算盘你算一算。很现实啊。在上海城隍庙啊，不知道有没有算盘啊？算盘哦，那个算盘，我想我们要去算一算。
在台湾那个台南的城隍庙，一个算盘也很大啊，有几个城隍庙干都有算盘，都很大的。他的算盘是干什么呢？计功过果的，你做多少好事，做多少坏事，然后加减乘除，那剩下来多少？这个现实不现实？做以前做生意就是靠那个算盘嘛，珠算嘛。那现在不用了，现在用计算机啊，用电脑。啊，那这个很现实啊。那这个如果我们为了要趋吉避凶，哦，那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啊，大家明白这个因果啊，那么就很容易啊，大家愿意接受断灭循环这种事情。啊，不能大家不相信啊，叫他断灭循环很难。他甚至还说你是迷信。你已经跟不上时代了，现在这个太空人都飞到那个啊，大家都全世界都赞叹。当时啊，我看到阿姆斯壮登陆月球啊，我说这个人回来一定会精神不正常啊，为什么呢？对上帝不恭敬啊，洋人都信基督教，对上帝不恭敬。那在我们中国道教啊，百年篇讲啊，你九世日夜啊，对日夜这个自然界的九世，就是你看太久了，对它不恭敬，要记过了啊。何况你弄一个机器去那边踩来踩去的啊。我那天看到 YouTube 啊，有一个爆出来，就是太空人现在为什么要销声匿迹？真的精神不正常了、啊。那 YouTube 还可以。所以调出来给你看啊，不是我讲的。那这样证实啊，诶，我当初看到感应篇讲的，诶，没错吧，真的是这样。那现在的这种科技带给人类带给地球正面的多还是负面的多，大家看得很清楚嘛。那你还一直盲目的发展科技，那结果是什么？给地球带来重大的灾难。而且这个迷信是不归路的。现在有哪一个人他有能力去阻止科技的发展？谁有办法？十方三世诸佛全部来，所有的神仙，所有宗教的那个上帝都下来，都没有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大家发展到最后啊，灾难现前，那没办法。灾难现前，这科技就毁掉了，就没了。这是事实啊！啊，在这不相信，那就真的很危险。这个科技会带来啊毁灭地球的啊！现在不要说其他的，光这个核子武器啊，光美国的核子武器就可以毁灭地球200次，其他国家的不算。那你说这个科技给地球带来好还是不好？啊，所有的动物，人类是最坏的，啊，比那个虎狼狮子还坏。虎狼狮子呢，它不够用它自己身体这个做武器去攻击人啊。人类啊，发明这种、这么毁灭地球的武器，那不是比那个虎狼狮子那个动物还坏吗？那将来死了去哪里？那就可想而知了。好，那么开场白讲到这里，开场白也讲得比较长一点啊，但是也不得不啰嗦一点。你现在人啊，不了解这一方面啊，你在社会上听不到，你在学校听不到，甚至在家庭听不到，甚至你到事业你也听不到。那么我们这个不是
讲经，但是呢，这个也是经典。虽然啊，不是佛经啊，是世间的善书，但是善书呢，它都是根据佛经、道经、儒经来注解。那么安世贤师他这个内容啊，是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叫文昌帝君因智能。那么周安世居士啊，他引用三教经典来做注解，引经据典，这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万善先知啊，讲这个杀生的因果。第三部分是欲海回法，讲这个邪淫的因果。那最后一个啊，西归直子，导归净土。那么这个四大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无常地经因智。印光祖师啊，对这本书啊赞叹备至啊，说这是天下第一奇书，要把这本书啊当作传家至宝啊，传给你家的子子孙孙。那么一般讲经呢，我们一般在中国这个佛教啊，祖师大德啊注解经典，经典还没有开讲之前呢，先讲这部经的玄义。玄义啊，就是把这部经玄妙的义理啊，先做一番的发挥。那么发挥这个玄义啊，它也有一个层次、有顺序的。那么最具体代表的是华严宗跟天台宗。华严宗以十门开启，把这个经啊分成十个部分啊，先做一个介绍。那么天台宗叫五重玄义啊，五重玄义。那五重玄义呢，后人采用的比十门开启还多。多数啊，采用天台宗的五重玄义来注解经典。那么有时候讲经的法师因为时间啊、地点啊、因缘的关系啊，玄义的部分就省略，用讲经的因缘啊代替玄义，直接就进入经文了。那么我们今天呢、来讲这部《安世全书》啊，因为它不是经典啊，所以也没有玄义，但是有祖师大德的序，这个序文呢有好几篇，第一篇、第二篇啊，印光祖师的序。那么我们这次啊，就来学习啊印祖这一篇这个序，也作为我们一个讲这部书的一个权利，也可以说是讲这部安世全书的因缘。刚才啊起讲的因缘呢，这个也讲过了啊，这个因缘讲过了。那现在呢，我们请大家翻开这个经本啊。那么我们翻开这个经本啊，首先因为现在大陆大家都学简体字，而且是横版的啊，横版的。但是呢，现在我们要恢复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还是要带头啊来看正体字竖版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跟西洋的文化它是不一样的。这个安世贤书后面会讲到你这个为什么叫树，因为你人是树的，那个动物啊，猫啦、狗啦，它是横的，它是横着走的，你人是竖着走的，所以你用文字还是用竖的。那我们汉地的插香啊，过去有听台南郭乐建设开清法师讲，
奉二香啊，他是最反对的。台南开经法师啊，他学天台的，他不会讲普通话，只会讲闽南语、台语。有一次我去他那边啊，他就不允许插用二香。他那么汉传佛教啊，用插香，然后插香啊，他表法的意思就是顶天立地，你人站着。你头顶着天，脚立在地上，所以那个插香啊，就告诉我们做人啊，也是顶天立地的。啊，那横行下面两个字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横行下面两个字大家知道吗？啊，讲大声一点。那答案就是横行就霸道，霸道就是什么？不讲理。去欺负人，对不对？所以外国要跟中国学习什么？现在世界搞这么乱，为什么？横行霸道嘛，不讲理嘛，所以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麻烦，无法解决，无解，没办法，越打就问题越多，啊，而且战争啊绝对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只是会把问题更复杂化。啊，特别现在这个恐怖分子啊，用这种对称的战争，真的也是防不胜防，啊，搞得人心惶惶。好，我们看这个第一页啊。那么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呢，大家虽然呢不习惯，但是你要恢复，就是要慢慢学习啊。那么这个是文言，现在也有注解白话的。我是不认识字的人，这是我们老商二十几年前跟我讲，你不认识字啊。那么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我字是认的不多了，但是总认得几个吧。怎么说我不认识字呢？我后来老上看到我一脸的疑惑，他就接着给我解释。六出怎么讲啊？那个一那个字啊，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哇，给我讲一堆的道理。我说师父，我连那个一都不认识了啊！真的我不认识字。他的认识字的标准啊，啊，说文解字，音韵写，你这个音怎么呼音？怎么印，要怎么切才正确？说文解字，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这是报告书。那真的我不认识字，我承认不认识字，这个标准我不认识。啊，不认识要学啊，啊，啊要叫我练毛笔字啊，我是很懒，啊，这个。如果当时我很用功啊，现在也是书法家啊，就很懒。哎呀，一方面也是没时间啊，练字要时间，做当家很忙的啊，没有事情啊。像我在山东哦，天天都可以练，我不用跑来跑去，我不用跑来跑去，我时间就不要浪费在旅途上啊。啊，所以叫我定在一个地方，我是很欢喜的。那么读文言啊，你才会有味道，你那个意境啊，跟你读白话不一样。那个安世全书那个白话，我们可以参考啊，可以一般初级的看看，他比较会有兴趣。因为他文言他一拿来看不懂，他就不想看了，接引初级啊。但是呢，现在我被训练的啊，哎呀啊，真的看文言比较有意思，看那个白话我就看不下去了。以前老上给我们讲怎么样呢？他说呢，人家把你从文言翻成白话给你啊，他就用什么形容比喻你？他说呢，比如说这个食物啊，新鲜的食物呢，人家拿到口里咬一咬，再吐出来给你吃。我说那不是味道了啊，我当然要吃原味的啊。所以你直接读文言就是吃原味的，你读白话是人家原味的送到他嘴巴嚼出来再吐给你吃的。要吃哪一种？
我想答案都会跟我一样吧，大家都想吃原味的，对不对？应该正常应该是这样的哈。好，我们看《从科安世全书序》。从科啊，我们看到从科这两个字啊，你就知道印光祖师这个书不是只有印一次，重复的印不知道印多少次，就叫从科啊。以前啊，为什么叫科呢？以前的印刷术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电脑打字的，那之前啊是我年轻小时候呢，它是铅字，一个字一个字，然后要排版，用那个木头啊，把它塞塞塞塞，它要排什么格式啊？因为我以前呢，十几岁啊，有去印刷厂做过学徒，我知道那个排版，然后就一张一张的印。那么在之前没有这个铅字之前，就是现在你到南京金陵科技术还有。我去看过一次，金陵科技术它是一块木板，然后文字把它刻在木板上面，然后纸啊印上去，一张一张刷刷刷。现在南京金陵科技术还有印那个木刻板啊，所以以前的书都刻在这个木板。那么最早春秋时期是刻在这个竹简、竹片刻在，所以那个一片一片的，那用绳子穿起来，然后再卷起来。所以我们看以前的书叫一卷一卷的，一几卷啊，一卷放在一起，再卷一个，再一卷又放在一起哈，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印这样的书啊，装订啊，是明朝，就是像线装书那样的啊，这样一本的，那是明朝时候开始发明，之前还是。发明纸张之后呢，它还是一张纸，然后写写写，然后把它卷起来，像我们现在裱画这样。那么《从科安世全书序》，序就是一个开头，有介绍啊，说明这本书讲什么，就等于啊经典啊讲学义一样。好，我们看第二行。银沙二叶，乃一切众生生死根本，最难断则为银，最易断则为沙。那到这里是一小段啊，到这里是一小段。那么印祖啊，一开头就给我们说明这一本书它讲的内容。重点讲什么呢？银沙二叶啊，这两条的二叶，这两条叶呢，乃一切众生生死根本。那么银沙啊，银摆在第一个。这个再来就是沙，沙摆在第一。我们这个俗语也讲，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那么特别啊，淫沙啊，在现在呢是最明显。淫下面接的就是杀，像现在堕胎啊，堕胎是杀生啊，不但杀生还是杀人，不但杀人啊，还是杀亲生儿女。那这个杀亲生儿女，他的因从哪来？从淫来的，没有淫就不会有这个业了。男女有了淫业，怀孕了，然后小孩不要，就给他堕胎，杀儿女，所以淫就引起杀。
啊，那杀再发展出去的话，那杀的就很多了啊！啊，你连儿女都在杀了，那还有什么不可以杀的呢？那么从这个地方啊，就是淫，就是一切众生生死根本，这个活在缘觉境里面，一切众生皆以淫欲而证性命。生死的根本，如果这个业断干净了，就没生死。那么最难断之为也，因为它是生死根本，是最难的，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所有的人都不能讲大话的啊，我没问题，没问题。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很难断的啊！你只要有那个缘啊，就很难断。那么罪易犯之为杀，很容易犯。为什么呢？现在大家全世界的人啊，知道杀人是要犯法的，要被判刑。但是杀动物的，大家都觉得是正常的啦，动物就应该给人吃的，杀这个动物来吃是正常的啦，很容易犯这个杀生。你劝人家不杀生啊，人家都会讲你头脑有问题。所以大家认为是正常的，杀生吃肉是正常的，那就很容易犯。再接着看下面这一段。二者之中，淫者烧之，自爱者犹能视而不看，然欲其异地清净，了无丝毫地界者，为断惑正真之阿罗汉，方能知耳。以子爱染习气，虽有后果不同，要皆缠绵固结于心事之中，从结至结，莫能解脱。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前面一开头啊，淫杀恶业，乃一切众生生死等等。最难断之为淫，最易犯之为杀。这一段再给我们解释呢，这二者之中，这两方面当中，淫则烧之，自爱者犹能自而不犯。就是邪淫啊这一方面啊，如果稍微知道自爱的人啊，他自己还可以控制啊，不去犯这个邪淫。然欲其异地清净，了无丝毫地界啊，这个地界就是有障碍物啊，有障碍。虽然啊，在深夜啊，不去造这个邪淫的业啊，但是你那个心啊。异地啊，要让这个异地清净啊，没有丝毫的地界，没有丝毫的障碍，为断惑正真之阿罗汉，方能知。你说这个淫欲啊，完全都没有了，没有这个念头断干净了。他一定是断惑正真的阿罗汉才能做得到啊。那么惑就是见思惑，见惑八十八品，见思惑八十一识，见惑啊，错误的见解，六根接触六尘啊，它产生偏差错误的见解。思惑啊，就是淫欲、贪欲，
是属于师父。见惑啊，比师惑好断啊，见惑一断，他就全断。那师惑啊，藕断丝连啊，那个莲藕啊，切断了，一拉开，断了，那一拉开，哇，那个丝还连着，那个师惑啊，那比喻上莲藕，藕断丝连。所以42章经佛给我们讲啊，你没有证阿罗汉了，不能相信自己的意识啊。你说你不会不会，所以要很多去防范啊。这个佛门叫戒律，在儒家叫礼啊，就是去防范啊。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个礼，没有防范，那谁都不敢讲。那么证阿罗汉，那就真的他不会了啊，清净了，方能知啊，证阿罗汉才能相信自己的意思。那么愚者爱染习气，虽有厚薄不同。愚就是阿罗汉以下的，到我们六道轮回啊，你看证得出国的圣人，各国三国。出国的圣人还要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还要再来投胎。那为什么来投胎呢？他有这个爱染的习气，这个业因，他才会再来投胎。这个没有，他就不会再回到六道来投胎啊。三国是不来，但是还没有完全清净，一定要证到四果罗汉，就是超越六道。所以这个爱染习气，阿罗汉以下的六道凡夫啊，这个爱染的习气啊，每一个人呐、有厚薄不同啊，有的比较深厚，有的比较淡薄，这个不同的啊。但是呢，要解缠绵，不觉于心识之中，但是这个失惑的业啊。缠绵啊，固结在心事之中啊，从结至结，莫能解脱。说无量劫来啊，这个业你就断不掉啊，这个见思惑，思惑你断不掉，你就得不到解脱，就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换句话说呢，你生死轮回就出不去。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给我们讲这个缘的难法。所以大家知道了，为什么我们修行修了那么久，出不了六道，这个主要的原因不好的啊，不要说失惑不好的啊，见惑都不好的啊。如果我们有一辈子啊，修行修到断见惑证悉陀转啊，虽然还没有出三界，但是呢，出三界是可以预期天上人间在七次轮回必定会最长。那我们还没有断见惑啊，那是没有时间表的。我们出三界没有时间表，不管你修得再好，总是修到人天福报啊，出三界就走到。但是我们现在呢，很幸运啊，遇到净土法门，我们就有救了。净土法门呢，为什么有救呢？我们可以待业往生。待业往生这个待业往生啊，你暂时福祸就可以不用断啊，信念念佛啊，从国内接引到西方再去断，那西方那肯定断啊。所以我们末法时期除了净土这个法门啊，你一生当中要修到初六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好，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这段讲淫不好断，杀则世皆视为固然。杀生这种事情啊，世间人呢、都认为是固然，就是正常的啊，应该的。以我之强，凌彼之弱；以彼之弱，充我之辱。此故一时四口。随性力竭愁惨。
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给我们讲杀生这桩事情啊，世间人都认为是固然的、正常的、动物就是给人吃的嘛。为什么给人吃呢？我们人比他强嘛。啊，那么我们比他强啊，灵比之弱，他没有办法抵抗我们啊，我们把他抓起来杀掉，他就应该给我吃的。啊，以彼之肉呢，充我之腹。这个众生的肉啊，就是给填饱肚子的。啊，只顾一时四口啊，那么只是想到了一时啊，这个三寸的舌头，这个肉好吃啊。那么随信力竭则长，那谁会相信呢？这个力竭就是生生世世互相愁肠。啊，所谓冤冤相报，互相杀，互相吃，六道轮回就这么一回事。啊，所以《楞严经》啊，讲到这个人死为阳啊，阳死为人。那么是举出一个例子，因为佛是出生在印度，那印度那个地区啊，跟我们中国这个西藏蒙古那个环境差不多，所以佛那个时候啊，出家的波波也没有吃素，像现在南传佛教国家没有吃素，吃肉，吃肉。但是佛陀时代吃肉啊，佛有神力加持，他念力很重，吃下去啊，那个肉就没有念根了，不会跟那些众生结缘。那我们没有念那个咒啊，乱吃乱杀，那个就结缘处啊，念根，互相仇杀。那个像我们现在印度啦、蒙古啦啊，包括尼泊尔啦这一带啊，西藏啊。羚羊是为主的，羚羊，那么所以举出羊，说新疆啦、内蒙古啦、蒙古啦，包括外蒙古也是一样，说吃牛吃羊，吃牛肉羊肉。新疆我去过啊，都不是吃羊肉，所以佛就举出说，大家平常吃，人食。羊死为人啊，这人呢吃羊肉，那么羊死了，羊被杀了被吃了，他死的时候他也会，他那个羊为什么会投胎到畜生道去当羊呢？过去生他也是杀生，他也是吃别人，他吃的那个人啊，罪报受满，他到人间来了，他到人间来了。他到人间来，那就换他吃他咯。啊，吃他呢，啊，他这样换他又欠他了。那这个羊呢，他的恶报也受满了，他又投胎到人间来。啊，这个人呢，恶业又造多了，他又投到了畜生道，又去当羊了。啊，所以羊死为人啊，人死为羊。啊，那就是什么呢？羊跟人就互相吃来吃去。六道轮回啊，谁也挣不到便宜。事实真相是吃他半斤，还他八两。那么有一年我到西班牙去弘法啊，他们带我去看斗牛场，斗牛场啊，那个斗牛场啊，就是那个斗牛士啊，就把那个牛啊刺死。当时啊，我就给同修讲了，我说，斗牛士死了为牛啊，那条牛死了为斗牛士，他就要斗来斗去，杀来杀去，这个因果，因果报应就这样。
但是世间人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 啊。如果知道啊，还会干吗？不会啊，就是不知道他才会干。如是乃至十生之内，死死生生互来相待，二业俱生，穷未来尽。啊，如是乃至十生啊，这个十生啊是根据楞严经讲的。这个十生呢、啊，我就不一一解释啊，因为这个十生都有它的业因的。啊，十生第一个是卵生。啊，这一类的有情众生啊，因为希望颠倒之祸。啊，起灰尘乱想之业，祸业和合，故感此生报，即以鸟归食之类。啊，灰尘，灰就是比较轻的。啊，想念呢，浮举，他的心想，他的念头呢，浮举，就为灰尘，像鸟、老鹰啊。灰尘的，它会飞，它是这个想念浮举啊，所以我们看那个鸟啊，它为什么能飞呢？这个飞很远，那鸽子啊，可以飞得很远啊。鸽子你给它换到外国啊，它也会飞回来的啊。在台湾很多人养鸽子啊，所以这个鸟啊。我们看到啊，你说科学家，我们现在人要飞上去，我们飞不上去啊。我们要坐飞机啊，飞机要加汽油啊，靠这个机械才能飞上去。鸟不用加汽油啊，它不用加汽油，它就可以飞了啊。它是想念浮举，说情念沉重了，报为鱼食之类。啊，这是卵生的。我们看动物啊，有这个卵啊，卵生的，只要沉重的，就在地上爬，归死之一类，叫卵生。第二次胎生，为此类友情啊，因爱欲杂染，以淫欲而正情欲之过，其横竖乱想之业，破业相知，不敢此生之报，即人畜龙仙之类。横竖者，人生竖而畜生横。因行正道得为人类，故生竖；因行邪道，感生畜类，故生横。这个胎生啊，有人跟畜生，都是胎生的。啊，那人呢、啊？人就是竖的。人为什么长出来是竖的呢？因为行正道。正直嘛，直啊，正直就得为人类啊，故生数，所以生是数。那么如果行邪道啊，感生畜生类，他的身体就是横的啊，像猫啊、狗啊这一类啊，这一类是胎生啊，牛马啊、羊这一类。这个叫胎生，有人畜生龙仙之类。第三是私生，为此类有情啊，因颠倒执着之祸，起翻覆乱想之业，祸业和合，故感此生之报，即寒蠢卵动啊，和昆虫这一类啊，蚂蚁啦、昆虫啊、蟑螂啦啊，翻覆及恢复为。因为义被训，欢呼认钱啊，就欢呼无常，遂感蠢卵飞浮之类的食生啊，这个苍蝇啊、蚊子啊，都是属于这一类食生。第四呢是化身，为此类有情，因颠倒便利、喜怒无常、朝三暮四之类这样的祸业，其此故。取心乱想之业，过业和合，不敢此生之报。啊，及锐变飞行之类，啊，好像那个飞蛾啦、啊、这一类的，那、啊、虫会变成飞蛾啊，毛毛虫变蝴蝶啊这一类的，
这些化身，但这个化身跟那个天人的化身跟极乐世界那个化身不一样的啊。鬼道啊有化身，地狱道没有化身。那么第五呢，有事为此类友情因颠倒障碍之祸起惊要乱想之念，所以感这样的抱怨。下面呢我就不详细解释啊，有想啊，第六是有想，就是前面这个是有事啊，有事啊，这个祸业合合感这个报啊，那这个这一类的众生呢、啊、就是觉火棒珠啊，这种蚌壳啦、啊、那一类的啊，萤火虫啦、啊、这一类的啊，这个叫有事啊。第六呢叫有想啊，这一类的众生有情啊，因颠倒往向之祸，其浅劫乱想之业，过业合合，不敢此生之报，即神鬼精灵之类啊，这也是有想。第七呢归有事啊，这个这一类的友情啊，因为虚伪相待之过，起因依乱想之业，过业相来，不敢挥有色相成色之报，即水母以虾为目之类。这个挥有色相成色者，如水母本无自类之色相，故也挥有色相，以水墨为身，以虾为目，故欲成色也。这一类众生叫归有事。这个讲啊，可能要带你们去水族馆啊，我要一面讲课一面指给你看啊，那什么叫归有事，你才会明白。要去看到水族馆没有？没有啊，没有，可能我们要组个团去看看啊。你拿经典啊，然后再到水族馆，像十三夜淘金啊。拿到水族馆，拿到一面上课一面指给你看啊，今天就是那个啊，你就明白了。那很有色，就是说它不是很有色体，但是呢，它是有在动啊。我去水族馆看过中国、外国一些水族馆，哎，看到没有东西啊？他说悟道法师没有，你再仔细看，你看那个透明的，等一下它会动的。我再仔细眼睛啊瞪着看啊，果然它在动啊。还有一些石头鱼的，跟那石头一样，看着就是石头啊。啊，但看久了，哎，不是石头哎，它在动哎。啊，就是这一类的，会有事。八呢，非无事，为此类有情因相因相引。妄性颠倒之祸，起夫造乱想之业，作业相呼，不敢挥无色无色相无色之报，即咒诅咒诅变身之类啊，如虾蚂等从自类生，不假他成，故也挥无色相，借生得生啊，他借那个声音，他就会形成他的色相出来。啊，他没有借其他的因缘，故也无色。那么咒诅厌身呢，就是用符咒啊，符咒啊即呼召啊，召集过来。厌呢即祷，祷告的祷啊，如瞎骂以身护卵，然后生长，归身直败啊，又恐怯迟者闻，穷者明。这是孔雀有分公跟母的啊，雄的会叫啊，即有生生处此等物类，若由厌倒而生的，而生也。第九呢，非有想为借他之身以成自类，为此类有情啊，因。无往颠倒之祸，起回复乱想，为他人之所有，而复为己有之业，破灭合合，不敢挥有想相成想之报，
啊，即冬虫夏草之类。啊，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大家比较常听到啊，虫眼那种等一枝香橙之类。啊，这个一时啊非无想啊，为此类友情因怨恨颠倒之祸及杀害妄想之业，破业合合，故感非无想相无想之报啊，以土枭等互坏为耳，及破剑鸟以毒树古报为其子啊，子臣啊父母皆遭其子之类啊，这好像蝎子一样的，伸出来就把他母亲吃掉啊，所以叫非无想象无想。啊，这个出自《楞严经》，《楞严经》讲这个生物讲的最详细，生命众生的生命怎么来的，怎么形成？这个科学家找不出来了、啊、科学家鸟怎么会飞啊，它没有灌气流怎么会飞啊，科学家不知道、啊、我知道啊，这是讲十生之类，十死生生复来相待，二业俱生穷灭来尽，这个生命就是这样啊，的因果循环，什么样的因，它就产生什么样的。我们接着看下面，古德云：欲得天下无因劫，除非众生不食肉。又云：欲知世间高因劫，须听佛门伴乐声。既有其因，必遭其果，不施则已失之，大可畏矣啊。那么古大德讲啊，欲得天下无边劫，边劫是指战争，这个世间为什么有战争？我们人间啊，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啊，你看啊，哪一个时代没有战争啊，似乎这个战争啊好像越来越多。那战争边结大家都遭难啊，那这是果报啊，结果。那因是什么？杀生吃肉。啊，所以呢你要天下没有战争，除非众生不吃肉。不吃肉他就不去杀生。没有造这个因就不会有这个果报。啊，所以中国佛教啊，梁武帝提倡素食啊，是大功德。又给我们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须听屠门伴乐声啊。你要知道这个世间为什么有战争呢？你去屠宰场，去天庭啊，这些动物被宰杀，那个惨叫声。那现在呢，杀动物的科技啊越来越发达，还有更残忍。那你照这个因，它必定会有果报的啊。啊，果报是什么呢？你杀他，将来他杀你，冤冤相报，没有冤冤。啊，不施则已啊，施之大马可归啊。啊，没有去好好去思考这个事情，好像没事啊。如果只去是思量思量啊，太恐怖了。那么这一段呢、啊，地主跟讲因杀二业啊，给我们说明啊这本书重点啊。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介绍安世先生。再看一下安世先生呢、啊，功秉博士，特垂哀悯，因助欲海回狂。以戒患善先知以戒杀啊，
那么这次印主啊给我们介绍啊这个安世周安世先生啊他公病佛子啊这佛法教导啊特别啊哀悯啊这些佛子不知因果啊所以他的著作啊就是欲海回华劝戒也万善先知啊劝戒杀真引事实详示因果切弃举世之人同怀前赴昆仑明高不语之真心永断伤风乱伦以强凌弱之恶念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呢是给我们讲的说是先生啊很慈悲那么看到了这个世间人无处造作的业，将来果报啊非常可怕啊！所以《欲海回环》这一篇劝诫观世先知这篇劝诫上，而且呢，真引事实，真就是引用了很多实际发生的事情啊。这个事实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新闻报道。详细因果，详细给人指示出来了因果报应这方事实。那主要呢是希望啊，举世之人，全球的人类啊，同怀前赴昆仑明高物理之真心啊，天地万物与我是一体啊，这是事实真相。永断伤风乱伦以强凌弱之恶业啊，就是不要再造这个恶业啊。又欲同人啊，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啊，众善奉行，应将文昌帝君殷志文详加注释啊。这个除了这两篇之外啊，那么就是讲文昌帝君殷志文。这个字就是阴德字、啊、这个做好事的人家不知道叫阴字那么这篇的文章啊不长啊比感应篇还是少啊但是那注解非常的丰富引用三教的经典详加注释详细给我们注解解释必日用云为啊，虚心行事，大而治国安民，小而一言一念，前辈法界，虚除归界。那么这一段呢，啊，是注解《文昌帝君殷志文》，希望啊，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虚心行事，大呢可以治国安民。现在呢是可以治整个世界啊，安全人类人心。那么小呢，自己个人呢，一言一念啊，那么行备法界，虚除归戒啊，戒呢就是古时候啊铜戒啊。我们看看呢啊，衣服哪里穿得不整齐啦，脸哪里脏啦，照照镜子啦，就被照。规呢是补吉凶的。古时候啊，我们那个祖先用规的龟壳纹路来做卜卦用的占卜，啊，补这个吉凶，取改变啊，所以它是一个准则，一个标准。我们再看下面。由知古圣先贤之主敬慎独正心诚意不至徒损空谈而已、啊、那由知就是由于、啊、这个书来劝导大家那么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啊、孔孟、啊、这些圣贤、啊、提倡的主敬慎独主敬存诚慎独、啊、就是自己一个人
也很谨慎，不敢做坏事。正心诚意，这个是过去读书人都必须读，但是读了呢，如果没有去做到呢，那就变成空谈。为什么变成空谈呢？因为没有辅助这个因果教义啊，这个大家还是不会很具体去落实，都不至于存于空谈。要读是读的，讲是讲，这还是做不到。以上如上三种浑持理智，莫不贯古超今，易经辅治。因其以奇才妙物，取佛祖圣贤之心，而雅俗统观之，笔墨发挥之故也。这一段呢，是给我们介绍了它上面三种。是一海为皇，万善先知，文昌帝君因治理的这个文辞道理这个都超越古今的这个辅助这个经典，辅助这个三教的经典。因为周安世先生呢，他以奇才妙物这个真的是菩萨才来的不是菩萨做不到。采取佛祖圣贤的心法，让他注解出来可以说雅俗通观。雅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俗就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人他也看得懂读书人是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他也可以欣赏。那么这个就有帮助经典。经典讲的易经辅治辅助这个经再加上这个书好像这个这鸟两只翅膀飞得很高很远所以这个雅俗就是文化水平高文化水平低的通通他能够理解可以阅读这个是他这个奇才妙物用这样的笔墨来发挥的缘故所以这个书雅俗同观大家都可以看虽然已能戒淫戒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若不了脱生死，安能保其生生世世不失超此，则恒生善道，广修无畏，不堕恶趣。以此酌长，则有几人哉？这个就是转到最后一篇了就是虽然看了前面这三种。能够在这个六道里面能够戒淫戒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是呢若不了生脱死没有处理六道生死轮回他也没有办法呢保证他生生世世都不失超时没生没世他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恒生善道都升到人天三道广修无慧不堕恶趣不堕三恶道不堕三恶道就不会有彼此愁肠这样的几个人能做到吗没有脱离六道那都在人天三道生生世世都是断恶修善那这个有几个人呢真的也没几个为什么呢你这一生修得很好来生得人天福报那么人一享福他就开始迷惑颠倒就糊涂了糊涂又造恶业了现在我们看到很多
大富大贵的人讲，夫妻生都是修行人，他不是修行人，他不可能这一生得到大富大贵。那现在我们看看这大富大贵的人，有几个人觉悟的人？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富贵行道难啊，你去找一些大企业家呢，你劝他来天津听半个小时，哎呀，我很忙，没办法啊。那么你不听经闻法，不知道因果，继续修行，断地修善，众善奉行，那你这身享受福报啊，难免也会做错事啊，也会造恶业。那恶业造多了，福报享尽了，又堕三恶道去了。啊，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若不发菩提心呐、啊，发不有发了生死的心，修诸善业是名魔业，叫做三世业。这身修福，来生享福，享福啊，又迷惑了，又造恶业了，福报享尽，恶业造多了，第三生就又堕三恶道，三世业。在六道了，总是这个问题啊，无法解决啊，要了脱生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下面再给我们讲了，说而了脱生死，了生脱死啊，起意言乎？说了生脱死，这个不是你讲一讲就可以做得到，没那么容易的。为立修定慧断惑正真者，方能究竟自已。唯有呢，努力用功啊，修定修慧啊，应该是戒定慧。你修到了断见惑、断思惑，证阿罗汉啊，这样啊，才能究竟自由。那我们看到这一句啊，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在六道呢，现在人都喊要自由，其实一点都不自由啊，受业力牵连，到你到哪一道投胎，你非去不可。哪有自由啊？一定啊，断惑证真阿罗汉，他才真正得到自由啊。那么，愚者众令尊为天地，上而自以归非享天，不受八万大劫，皆属被善恶业力之所附着，随善恶业力之所轮转而。你如果没有出三界，纵然你修到呢无色界天，非想非非想出天，三界最高的、最顶端的，那你没有超过三界。他的福报寿命啊，有八万大劫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呢，时间还是会到啊，到他还是要再轮。你没有出三界六道呢，都是属于被善恶业力所束缚的。你没有自由啊，随善恶业力所轮转，你自己不能做主啊。那讲到这样了，那我们也会觉得，哎呀，很难过了，也很无奈啊。那怎么办呢？啊，下面呢就可能想出这个办法。因是特依如来藏佛慈力，待业往生之法，荟萃净土经论要义，即为一书，名曰《西归子子》。若能一阅四书，地性不移，深信发愿，求生西方，无论根基之利钝，罪业之轻重，以福功夫之浅深，但能信愿真切，持佛名号，无不临命终时，蒙佛慈力，接引往生。既往生矣，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故自心于当念，正觉道于将来，其义理利益为正方之，故非彼舌所能形容也。啊，这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给我们讲西方净土的啊。这个最后一部分就西归子子啊，直接给我们指向
西方净土。那么我们如果读这一部分啊，读这七个子主这一书，这一部书，深信不疑，深信发愿求生西方，能不能往生，关键的信愿之灵啊，你只要真信发愿，你相信不怀疑，你真愿意去西方，愿意放下所有事情，毫不留恋，那你罪业深重啊，罪业轻重啊，功夫的浅深都没关系，你要真心发愿，你愿意去啊，肯定能往生。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诀讲，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人，往生品位的高下在持名功夫的浅深，关键在信愿。真心发愿啊，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啊，连五逆十恶的临终都能信念念头往生啊，关键的信念，信不信，你愿不愿意去。啊，那么有真信切愿持佛名号啊，不管你罪业深轻还是重啊，念佛功夫浅还是深，功夫再浅，你没有一心不乱，没有功夫成片，你真心发愿啊，也没有成。OK， 功夫比较浅啊，品位就比较低啊。那么没有真心发愿啊，佛念的再好，那也不能往生啊。什么道理呢？那很简单，你不愿意去嘛，那佛很欢迎啊，他也没办法给你勉强。你不愿意去，他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佛也不能代替我们发愿。任何人都无法代替，愿要自己发。那么往生到西方啊，这个利益，功德利益啊，你往生你就知道了。啊，现在我们敬老讲大经解啊，我们现在大经解讲的详细，听了你真的是头爱啊，太好了。啊，大经解啊，多听啊，帮助我们身体训练。有同学就问老和尚说，他信是信了，他愿生不起来，还不想去啊，怎么办？老和尚就劝他了，无量寿经念一千遍，你愿就生起来了。为什么生起来了？你对西方极乐世界认识的深度够了，对我们娑婆世界的认识的深度也够了，两个世界的对比，你要取哪一个？当然你会取西方了。现在为什么不想去呢？你对两个世界认识都不够。无量寿经讲的详细，念一千遍，真的你信念就升起来。那弥陀经讲的简单，如果不是真正内行人啊，看不出来。那无量寿经啊，真的也是雅俗同观啊，念的，念的你就知道说啊，西方极乐世界到底它的好处在。为什么佛一直劝我们要发愿去西方？就是他的功德力量太深重。大业往生五逆十恶都可以去。那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造恶业也没有造到五逆，去杀父杀母，出佛身解破和合身，那个杀阿罗汉，造恶业也还没有造到那么重。那五逆十恶都能去的，那我们信心就有了。那关键你愿不愿意去，所以这一部分你念了之后呢，你就很乐意去了。所以西方子子啊，以前读过啊，记得有一段哦，现在人生病啊，就是找医生啊。安世先生说，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从来不会生病，不会死亡的。大家都不想去啊！那这个六道里面，你肯定有一天会死的，寿命很短促啊！弥陀经讲，命浊就是寿命很短促。他不去求个无量寿，偏偏在求这个这么短暂的生命。那看了之后，的确会帮助我们升起信愿之心。
所以这个我们就有救了。你现在呢就没有理由讲了，哎呀我业障深重，那你有五逆十恶那么重吗？你还没有。他都能去了你怎么不能去？关键你不相信你又不愿意去嘛，是这样的。所以佛为什么在弥陀经四次劝发愿，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净老现在讲大经科注没有别的，劝信劝愿，你信念不足就要用这个来弥补，真听明白了那你信念自然就升起来啊。你愿意发呢马上跟阿弥陀那边就相应了，就连线了连上啊。所以佛师之意 啊此系这个利益啊，非彼时而所能行的啊。用文字啊，你用嘴巴讲，讲不出来，无法形容。此系以己信愿感佛慈悲，感应道教过失具意啊。这个是靠佛啊慈悲来接引感应啊，所以能得到这么大的利益。教就是比较啊。教障自力顿惑真真了生脱俗者，其难力悉次天地寻得而立啊。这个你靠自己修行啊，知道顿惑真真正阿罗汉才能了生死，但是那个困难度跟容易啊，那个难力啊比较啊悉次就是何止不止，没有办法去比较，真的是天地寻得无法相提并论。而遇到这个法门我们不修真的很可惜，那真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现在遇到啊，我们错过就非常非常可惜。当生难了生死一个法门。